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今天我打算用鸡腿肉炒彩椒，还有芦笋，配料是紫洋葱跟一根葱，我把它斜着切了，切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是芦笋，芦笋我也斜着切成这个样子。这个是彩椒，有红色的，然后这个是绿色彩椒，它有点发黄，所以颜色很好看，只是为了来配色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鸡肉里面搁点酱油来煨一下，然后先用葱花炒鸡丝，然后我们再把芦笋和彩椒放在一起，最后炒，这个菜很快就能熟了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现在锅已经热了，我们倒一点油进去。感兴趣的朋友试一下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